然后看这题哦，我班有八位同学去冷饮店，那里有五种饮料可以供选择，那每人各要一种饮料。第一小题，店员拿有几种拿法？第二小题，同学自己拿。老师想请问一下哦，店员拿什么意思？比如说现在有两个人，对吧？有两个人，好，第一个说我要红茶，第二个说我要绿茶，比较好，我们改一下了。那第一个说我要绿茶，第二个说我要红茶，对店员来讲有没有差？他说要红茶，他说要绿茶，和他说要绿茶，他要红茶，有没有差？对店员来讲，我只要拿出一杯红茶，一杯绿茶，是不是就好了？所以说店员来讲，他在乎谁喝红茶，谁喝绿茶吗？不在乎，对吧？我在乎的是我等一下继续拿，拿出来我只要一杯红茶，一杯绿茶，至于谁喝哪种茶，那是他们的事情嘛。所以说，这里八位同学去冷饮店，有五种饮料，对吧？比如说有红茶，对吧？有绿茶，各位可以哦，有可乐，还有什么雪碧，还有什么乌龙茶？那不管，那行不行？那不管什么茶，重点对店员来讲，我在乎是什么？你八个人，一人要点一杯嘛？他在乎你要喝什么茶吗？不在乎。他在乎是什么？这五种饮料加起来，你要给我几杯？八杯，是不是就好了？各位，至于谁喝什么茶，他真的很在乎吗？不在乎。他只要在乎这五种饮料，对吧？加总起来几杯？八杯。就好像把这八杯分给几个人？五个人。所以 H 的五取七八，行不行？把这八杯分成五大类嘛，这样行不行？它等于吸了多少？上下相加自己啊，13-2，吸了12取几？八，这样行不行？那吸了12取8，可以再转换成吸了12取几？4，这有答案了吗？那第二小题，他说什么？同学自己拿，有五种饮料这边，对吧？有五种饮料在这边，我拿我的，他拿他的。我要拿时有几种选择性？五种，换他拿五种，换他拿五种，每个人都几种选择性？五种，所以搭配起来是五几次？八次就出来了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哈，把这边看一下 ，OK。